青年护旗手们肩负旗帜进场，纽约佛光童军团举行结业典礼，包括幼童军以及大女大男童军共襄盛举。童军们依序宣誓，表达对童军法则以及三好誓言的信念。各团长分别上台发表参与佛光童军的感言与收获，感谢佛光山纽约道场提供教育平台和指导，期许这些青年孩童能够在此之下持续精进。每一个童军的过程当中，它不是只有每一次的一个结束，而是在于它的过程让大家学到的东西。新旧团长进行交接仪式，象征把佛光童军团团结与承担的精神薪火相传，更是给予下一届成员勉励，也期许未来能够招募更多心血，带领更多青年投入人间佛教，发扬星云大师三好的理念。《人间新闻》美国纽约综合报道。